各位江苏省的各级领导，各位老朋友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新年恭喜。我是先社工的董事长，也是前国民党的秘书长，是现任中评会主席、副任主席。我在这里在新的一年向大家拜年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鸿度大展，身体健康，期盼我们大家赶快能够见面。我用先社工的今年的春联来祝福大家百福并增，祝福大家阖家平安，期待两岸和平，我们早一点见面。恭喜恭喜。